猜猜我这是要去干什么？反正不是去找手镯。我给你拿了这个泡泡机，我研究一下看是怎么玩啊。哦，是这样的。给你一个好不好？来，拿着，对你走出来了，你看，你看。妹妹，我们先去洗手好不好？我们手上都是洗洁精，她不能吃。哎呀！背不起来。来不来？妹妹，你要快点，妹妹，我的手。吞下去先，来，我给你弄点牛奶先，你等我一会儿，矿泉水先吧，矿泉水，你慢点，你得喘口气呀、啊。好，妹妹吃点面包先，妹妹，妹妹你慢点。还是把那个喝完出去。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。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